第十课常用句。搿枪网头水勿带，勿得侬打牌。搿一记侪套牢了，心里挖塞得来。搿是难办的。今朝人哪能介多啦？搿枪网头水勿带，侬寄啥？寄两封挂号信，再汇一笔钞票。好的，汇款请侬填单子。搿是挂号信收据，万一有事体，可凭搿张单子来查一查。那1000块，请侬填一填。正好，我还想问一问，哪能去电脑原盘？电脑原盘要打包过去，用特快专递。上海今朝寄出，北京啥辰光收到？明朝就好收到了。好啊，搿么我就寄特快专递。请侬到五号仓库去寄。好啊好啊，谢谢啊。哟，妹妹，侬寄信啊？侬今朝介早回来啦？平常老板总归外发外发，拖到老老晚才回来。我还有交关事体嘞，还勿好回去了。搿朋友去得住伐？勿得侬打牌，我先到银行去，再帮朋友去旅馆订房间。好好好，侬去忙伐？啊。小芳，侬好。哎，侬好，侬好。股票不做，来跑银行了。股票白相不来，搿钱侪套牢了，心里窝塞得来，真愁眉的。侬搿个是老句十撇，难办的，难办的。如此，我先走了。这位啊，先生，我要存钞票。先生，存钞票要凭身份证，侬身份证带来伐？带来的。现在国债还有伐？有的，侬要多少？搿么对勿起，我勿存了。迭眼钞票买国债，国债也是好，勿要付利息收伐？是的。葛末国债还可以提前支取伐？可以的，国债还可以拿到证券市场去流通。好的，葛末就买国债。重点词语：网头水、总归、打牌、老老晚、挖塞。哪辈词语对照忙的是忙的情形总归总是阿发阿发拖拖拉拉老老爱很晚搿朋友谈恋爱打牌，开玩笑。搿一记，这一次，挖塞，难受，搓眉头，倒霉，难办，偶然，老句十撇，老手失误，扩充词语，底包。地下国际长度定心存款挂号信航空信明信片邮票薪资信封包裹姓名地址取款、存折、存单、储蓄、验钞机、信用卡、自动柜员机、密码。